外地学生逗留特别许可入学注册篇。获澳门高等院校录取后，请您按照学校的安排来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您需持有效的护照、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入境澳门。入境时，澳门出入境事务站会向您发出载有逗留许可期限的逗留许可凭条，具体的逗留期限以逗留许可凭条上所在为准。在该逗留许可期限内，您的身份是一名旅客，所以您必须办妥入学注册手续，然后尽快申办外地学生逗留特别许可，以便转为以学生身份在澳逗留。请注意，未在入境时所获得的逗留许可期限内在网上提交申请并亲临本局办理余下手续，但仍继续留澳，将引致逾期逗留并面临处罚。